球球的事儿我想明白了，我的钱我得拿回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你当我这是银行啊？我要不要付你利息啊？你们是球球的监护人对吧？球球生活的好坏，你们俩必须负责任。嘿，小哥们儿，我告诉你，要么你把钱给我放这边，要么你少管我们家闲事儿。放不了。好，你说的，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们不管球球了。我跟你说。 我们自己还有孩子养呢，是吧，媳妇儿？对，走啊，走，走啊！你不走，报警！报警，不用了，有人已经替你们报过了。南城派出所，我们接到举报，你们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监护人义务。这，警察同志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 他们这个是扰民，我们刚刚在外面，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警察同志，你得听我解释。你们已被列为重点回访家庭，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否则我们将依法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。这是孤儿监护人承诺书。 签字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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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洗袜子的事情咱们再说，我要先休息一会儿。行，哎，这样细长，你先熟悉熟悉我的味道，别到时候洗的时候过敏了。味道，这味道，虽然你这味道也很特别，但是你比大俊还差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这一个一个刚训练完回来，一身土，就往那儿一躺，往那儿一坐，脏不脏啊？先让我休息会儿，顾不上那么多了啊。 哎，哥几个，怎么？你们猜我看见了什么？什么呀？扑克脸。扑克脸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你不看别后悔啊！快点。我去，金晨哥。我要是后悔了，你们这一个月的饭全给我吃。
谢谢谢谢，来吧。哇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够吧？哇，你还吃两份？哇，哎哎，干嘛呢？换一下。叶副展，叶展，真真特意买的披萨。什么叫特意啊？我是给大家准备的，又不是给某一个人。哎呀，真真，咱们都是老朋友了。你说你来这的真正目的呢？我们都很清楚。拿着你的披萨，赶紧走。那我先走了。See you later。Later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哎哎，柯局长，刚才真真咕嘟的啥呀？吴斌，你给解释解释。我就是说，爬什么梯嘛，咱们训练用的。不会吧？行了，都别闹了。吃完披萨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明天还有比赛呢。哎，给我了，谢谢啊！哎，慢慢来，快快快，来跟我一块儿。景恒。站长，怎么回事？大战当前，又搞疲劳战这一套是不是？这明天的值班表还没排出来呢，我得先弄完。赶紧给我回宿舍睡觉去，明天好好给队里争个脸，漂漂亮亮的进蓝燕，比做什么都强。哎，站长，叶启航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希望从明天以后，彻底解除你在安定的一切职务，赶紧走。谢谢站长。112 113 114 115 116非常好7。我说兄弟们，你们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有什么可紧张的？谁不都是点手点脚？121 122要我说呀，叶副战都三进宫了，咱们顶多是陪太子读书，陪我没事。咱们要是选不上，就再选呗，总会有机会的嘛。要我说呀，即便我被选进了蓝燕，我也还是觉得安定好。加油加油！哎哎，是不是对战里有感情了？131。什么感情不感情的？132。我就认床。133。快点，同志们！你们现在站在蓝燕特勤的训练场上，这里只接受精英，而今年给你们证明你们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。你们都是全市选拔出来的优秀队员，我虽然叫不上你们的名字，但我希望通过你们优秀的表现让我认识你们。明白了。下面我宣布蓝燕特勤选拔赛正式开始。
老吴啊，嗯，你除了叶启恒，还有几个硬茬啊？啊，我说了，我们安定都是王牌。同志们，根据今天的比赛成绩，我宣布叶启恒、李希成、孟凡、张磊、罗宾正式进入蓝焰。这第五杯酒，我想说，启恒、西城、孟凡，你们到了蓝焰，如果想我们不高兴了，安定的兄弟随时欢迎你们回家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对，来，来，来，干杯！干了，干了！哎，胖，啊，这都第五个了。你喝，换个啤的。不不不，你少喝点儿。虽说咱们喝酒已经跟吴战报备了，但是终归得有个清醒的劳动力来保护大家，不是？你少喝点没事啊。不不不，哎，行吧，斌子，让他喝奶吧。这小子醉奶比醉酒都快。来来，就一杯。还是喝奶吧，就一杯。哎呀，天乐，我觉得你现在啊越来越听话，真的，哥特别欣赏你，给你点个赞。哥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你这话是说给我姐听的吧？姐，心里话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取笑天乐了。我知道今天高兴，大家想多喝点儿，但是明天还有训练，大家别喝难受了，成吗？你放心，肯定喝不多。今天啊，就是高兴。嗯，那咱第六杯。行，来，六六大顺，一二三，干！哎，哎，叶不战，我敬你一杯。哎，恭喜啊！恭喜什么呀？恭喜我无论到哪里都要接受你的摧残。哎，怎么能这样喝呢？特别点，来来来，哟哟，这还得交杯啊！走一个，哎呀，哎呀呀，这就对了嘛！哎呦，叶战，等你到了蓝焰以后，给兄弟们探探路，看能不能给兄弟们安排进去。哎，吴彦，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咱们要想去蓝焰的话，还得靠自己。哎哎，不是。
我也靠自己啊，是不是？我也靠自己。来，风哲，好样的，好好养伤。我们在蓝燕等你。好。哎呀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来来来，老孟老孟，来，一起干一个啊！来来来，1、2、3，干！还有我呢。哟，真真，真真啊，来坐坐坐。今天晚上和这个同志们。哇，好久好久啊！服务员，两套餐具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郑小康，没跟消防员喝过，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。欢迎，荣幸荣幸啊！你们消防员呢，这个职业呢是特别的神圣，我呢平时也没有接触过，今儿呢托真真的福，来，我跟大家喝一个，干了。那什么，我也敬大家一杯。我听说咱们安定消防站有三个人考上蓝燕了，祝福你们，特别开心。来，来吧，来，干了，谢谢真真，干杯啊，干杯，干杯。叶启航，咱俩也喝一杯，祝贺你，希望你在蓝燕一切顺利，以后就没人缠着你了。谢谢。哎，我说野渣，人真真可都干了，你养鱼呢？来吧，我陪你喝一杯。去个卫生间。哎，我们叶副站的酒啊，我替他喝了，你叫那个什么康是吧？干了，干了。吃点东西吧。叶晴，不是叶战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喝酒？我跟你喝不着。不是我说你牛什么牛啊？你以为我想跟你喝？我要不是为了我那妞，我才懒得搭理你。我告诉你，嘴巴放干净点，让开。看一个，哎，林叔，这酒可不错，好好尝尝啊。要不要去看一看？我去看一下。说到咱队里的酒量，我认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你看看啊，不行了。不过酒。小领导，我呢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今天想听听你内心真实的一个答案。一冰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阿姨打电话说你在这聚餐，我担心你喝酒，过来看一下。哎，来，哥，来坐这儿。啊，我坐这就好，啊，坐这就行。没事，坐。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来，坐这儿，谢谢。自己来就好。我呢，就想掏心窝子跟你说，何然，丑是丑了点，忙是忙了点，但是他对你的好，我是看得见的。我比他帅一点，比他年轻一点。比他更了解你一点，比他更爱你一些。除了这些优点，我也没什么其他的优点了。
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李启程，你喝多了。你怎么喝多了话还是这么密啊？我哪喝多了？我根本就没喝多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你不能限制自己太多。我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直。我今天就想问问你，你究竟是选我，还是选何然？你干嘛呀？你怎么搞的？他打的。你怎么打人啊？我告诉你，郑小刚，以后对真真放尊重一点，嘴里再不干不净的我还打你。干嘛大清早在我房间啊？我来，坐下。我问你，昨晚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就跟大家吃了个饭，庆祝了庆祝。哦，庆祝了。啊，喝酒了吧？就喝了一点儿，不尽兴吧？你瞎说！你要喝了那么一丁点儿啊？你能不省人事的回来啊？我哪有不省人事啊？臭小子，我可听说你闯祸了。我闯祸啊？不能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赶快收拾东西啊，滚回站里去，问清楚你到底闯了什么祸。二哥，来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啥事儿啊？来，问你个事儿啊。那个昨天是谁送我回去的？昨天好像是老孟和吴斌他们。哦，喝的都挺开心的哈。开心，相当开心。哎，你是没喝酒，全程都喝的奶对吧？对，没喝。这么个事儿啊，就昨天张姐说他们送我回去的时候啊，说我闯祸了。我能闯祸吗？你说是吧？闯祸呀。啊，我今天就想问问你，你究竟是选我还是选何然？算是闯祸，但昨天晚上你的行为举动啊，很勇敢。勇敢？嗯。是不是别人闹场，我上了？不是，我姐。你姐怎么了？我姐昨晚上都尴尬成那样了，你不记着了？这，你姐尴尬什么？不记着也好，一面是我哥。一面是我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反正也没什么结果，不记得就算了，就让他随风啊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行吧，我打球去了啊。啊？老孟，我的帆哥。啊？
我昨晚闯什么祸了？我昨天状态不太好，我喝时候睡着了。什么睡着了？最后是你把我送回去的。是吗？啊。我当时睡着了，反正你一嗓子给我吼醒了。你说什么叫选择什么选择什么？我当时看所有人都看着温以冰，他好像还有点尴尬，好像还有点生气。哎，不是，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干什么了？我知道，我还用问你啊？哎，算了，你接着醒酒吧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？好不好处理啊？哎，副站副站。我正好有事儿找你。那个，昨天啊，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你知道了，确实是犯了难以原谅的错误啊。难以原谅的错误？哎，那他没什么事儿吧？都那样，能没事儿吗？不过你放心。我呢，会跟他道歉，会把事情说清楚的。不是，为什么你去道歉？行了，西城，你就别管了。哎，西城，西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到处找你找不着。找我干什么？你家小领导正找你呢，还特生气。在办公室呢，赶紧去吧。小领导找我啊！快去吧，快去吧！啊！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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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！小领导，请进，坐吧。啊，坐我就不坐了，我还是站着做检讨。做检讨，啊？那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昨天晚上可能我喝的确实有一点多，也许我说了一些不能原谅的话，也许做了一些不能原谅的事。现在你怎么惩罚我都行，我都接受。你做什么事儿了？你都忘了？真不记得了，忘了就忘了吧，翻篇了。我叫你来是有事情，这是蓝燕特勤的关系转入表，你填好了给我。哦，你叫我来是因为这个事儿啊？嗯。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真忘了。这小子下手可真黑呀！过来，我看看。啊。哎，我说，你平时不是说自己挺能打的吗？怎么怂了呀？不是，我昨天晚上就想吓唬吓唬他，谁成想他真动手了。嗨，我跟你说啊，男人脸上挂点彩很正常，没多大事儿。行了，你就嘴硬吧你。哎，抱歉，来晚了。今天约你们出来呢。是想为昨天的事情道歉。道歉？你拿什么道歉？要不这样，我带你去医院，医药费我出。就你那几个钱啊？过分了。怎么样，毛毛，疼不疼啊？流了好多血吧？疼不疼啊？嗯。哎呦，老师，你看看，
毛毛家长，您先不要着急，冷静一下。球球的家长正在路上，很快就过来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老师，我来晚了。怎么回事啊，球球？这么年轻的家长啊，怪不得叫不好孩子。他不是他的家长，他是一个孤儿。球球不是孤儿。毛毛，毛毛家长，您也听到了，毛毛是怎么跟小朋友讲话的？ 这件事儿啊，两个孩子都有错，那也不能动手啊！看看，把我们家孩子打坏了怎么办啊？我替球球给您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，不然呢，我们是要让球球退学的。毛毛，走了啊，回家。等会儿。 球球已经道歉了，毛毛呢？我们道哪门子歉呐？搞清楚哎，是你们家打伤了我们家毛毛哎。毛毛家长，这件事虽然是球球打了毛毛，但也的确是毛毛出言不逊在先。不就是道歉吗？ 毛毛，以后不能再讲这种话了啊！知道了。走走走。嗯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师，今天这事儿给您添麻烦了。啊，没事儿。叶景航同志，你们俩之间的事儿，把我交出来干嘛呀？振臣，我也要向你道歉。 向我道歉？你向我道什么歉啊？错哪儿了？我昨天不应该对你那个态度，也不该……我说叶翔，你是不是得先把咱俩的事儿聊一聊？哎呀，你让他说完啊。嗯，说吧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什么？他是我的岳父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叶晴，是来道歉的吗？球球。 叔叔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打小朋友？他欺负我。可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靠打呀。而且你们老师跟我说，你上课的时候经常踢别人的椅子，有这回事吗？他欺负我，我就要打他。球球，你要再这么不讲道理，叔叔不管你了。他们放学都有人接，毛毛说我没有爸爸妈妈，只能自己回家。我不想让姨妈来接我。 我就一个人走，可是路上好黑好黑，我害怕。毛叔叔，你不要不管我。球球，刚才叔叔说的是气话，叔叔不会不管你的。今后叔叔每天都接你回家，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球球，你要答应叔叔，今后不许再打小朋友。有什么问题呢，先跟叔叔说，好吗？ 嗯，我不打他了，一打他我的手也痛痛的。来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一百年不许变，一万年都不许变。去吧。嗯。谢谢蒙爸爸。 先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还没听你道歉的完整版呢。我不去，我又没说现在听。医生。嗯。
穿刺结果出来了，二期肝硬化，肝炎性的。目前呢，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严重的并发症。但是呢，老年人呢，年龄毕竟大了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住院观察。你也不需要太担心，目前的情况相对比较稳定。你和你爱人今天晚上都要留下来陪护吗？留。好的。